万出身的演员歌手雍慎佑即将入伍，近日在直播中公开自己剃头的模样，让粉丝网友们都十分惊讶。当天下午5点还以短发参加完签售活动，晚上8点就在直播中公开剃头 look。雍慎佑依然帅气，还多了几分男人味，酷劲十足。但头发剃得非常短，是和尚剃度的程度。雍慎佑表示，头剃得这么光，是因为想体验看看光头的感觉。直播中还不时摸着光头，说到摸起来感觉很不错呢，不断露出满足的笑容。网友们也表示，第一次看到艺人入伍前头发理得这么干净，不说是入伍，还以为是出家呢。雍慎佑剃光的头型看起来更漂亮，看来小时候妈妈有照顾好头型。而且雍慎佑五官真的太帅气了，长得帅的人就算光头还是很帅啊。